光口袋里没有钱。以后可以出一期班赵博行为迷惑大赏。那个叫迷惑行为大赏，他现在要拉着我去买彩票。不是，就之前我们两个买刮刮乐，啊不是，好像说的我们俩好像经常买刮刮乐一样，就偶尔买刮刮乐的时候，假如你买了20的，你中了5块或者10块，你肯定会选择继续买。反正最后钱都要搭进去。对呀、啊，反正最后来就出来，就卡片我拿它也没有用啊，所以今天我决定多买点回家一起刮，刮完之后下楼换。看看哎呀，肯定不行啊，人家就不会做赔本的生意。万一呢？万一我中个30万、50万呢？你就立马给我搬出去，好吗？看一会儿咱们俩谁刮的比较多。走吧。好多呀。没多少我感觉啊。挺厚的了。他刚才老板说了，有个人刚才刮了100，我们刮3张100的就不亏了。哦。10万，我们一共有60张，我们能中600万。你不要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哎，这个能纳税吧？肯定的呀，600万要纳20%的税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吧。好像是20%还是10%，我记不清了。没关系，那还有400多万。来吧，算吧，400多万。纳完税，我不知道纳多少。你要怎么分？是一，你要一个种类平均分，都是一个金额的吗？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平均分嘛。啊，先是一个辣椒什么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每个人都一半嘛。自己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给你10个甜蜜蜜。这个爱拼敢赢，用闽南语怎么说？爱拼，我才不会拼啊！还不爱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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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才不会拼。你不加爱呀？加爱拼敢赢，不加爱拼才会赢。哎，算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不要绿的，8、9、10，给你绿的喝了。我是红的蓝的，好了。我有甜蜜蜜，我有甜蜜蜜，我有麻辣盒子，你还有绿的呢。我有爱拼敢赢，爱平，干嘛赢？好了，你要赢哪个？哪里啊？这个辣不是啊？你看嘛，这个是兑奖区。刮开这个之后，上面有多少金额？假如这个是10万，这上面刮着也有10万的话，你就中了10万。所有的基本都是一样的，可能你要用。直接真中了10万，中10万就立马搬出去啊！10万块钱就让我搬出去啊！10万！啊，我这有10万呢！你说这个会不会是15？14就差了一。哎呀，我这个没有10万，我这个最高只有1000。算了，1000也行，来吧，1000。又没中。1000，又没中。那也太碎了吧！这个甜蜜蜜，我的天哪，我就中了5块，绿色的不？咱们俩是一个蓝色的，感觉10块钱的中奖率高。哎呀，我已经损失了好几十万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。哎呀，又没中，一张都没刮出来呢。你要付钱吗？反正你怎么这么垃圾嘛？你不一样呀。又没中，这个甜蜜蜜一点也不甜。0、3、11，又没中。这个甜蜜蜜真的让我很受伤。我再也不要买这个甜蜜蜜了，再也不要买这个 IP 会赢一张的这个、甜蜜蜜会更让你更失望了，真的。哎，咱们俩刮了20张了，就中了5块，100块钱就中了5块，好心疼啊！哎呀，我怎么1分钱都没有中？0、4、20，你没有刻意故意把老师不变的。自己去印象好，哪个英雄可以变？很多英雄都可以啊，改变现实的有很多呀。谁呀？你都能改变现实了，你还在这改彩票吗？是啊。我要换个姿势了。你又有03，去洗个手吧。又没用，为什么？洗手，打扫运气。过来，让我摸摸小猫咪。
我太累了，给我点运气，太累了，你吃这么胖。好了，太累了，给我运气吧。哎呀，又没中，076吧。你不是说100,000了？那个老、那个老板刚说有人中了100，这就不该在他家吗？他们家也太垃圾，他们家是把100,000的都挑出去了。他怎么挑？014没有啊，又没中，哎，我生气了。什么问题？神经病，跟你去买这个。我以为咱们俩能。25，50了我，中了个25，50块了。哎呀，为什么我的甜蜜蜜就不甜蜜蜜嘛？最后一张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不要十万了，10,000也行。保佑我，没有考，我的家乡，保佑我，保佑我，他绝对是故意的，你看。我刷刮到个06，他的0.10，十万，行吗？啊，很快。25，我再对一遍，再检查一下我的这些，咱俩互相检查吧。哎呀，差点就丢了5，你看还是有用的吧？我又是25了，啊，我又是30了，这有个10，那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检查出来的。那我不行，我还你个5，不行，我的10，还你别赖了。那你不行，那就是我的，还你5。赖皮，那是我的，我刮出来。我逗你玩的，就是我的。Yes, 不是吗？我算了多少钱了？5块，15，10块，15，15。这个10，我的，哈哈哈哈，我的，10块哦，这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检查出来是我的，我的。我喊那10还你，你还我15嘛？我就要了10，我损失了15了。站着没吃大亏。你搬出去吧，做梦吧，搬出去吧，就做梦吧。你怎么不相信我啊？哎呀，我不想中，我不想中，中600,000了，让我回本就行。120，我们花了300，然后我们省了120，所以告诉大家，十赌九输，赌场上没有赢家。好了，所以大家不要赌博啊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。非常痛心。行了，我们还有一堆卡片呢，我们没用呢。你这么算啊，我们买了60，中了120，还为公益事业贡献了60，还得打扫卫生，刮一鼻子。行了，跟大家说拜拜，大家一定不要沉迷赌博，也不要买刮刮乐，如果非得要买的话。然后班长我帮你刮，对，一会儿来让我帮你刮，赢了你给我一点点的手续费就行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哎，好烦，你为什么比我多那么多啊？我多不行吗？我比你少，我才35，你80，85。我比你少，那咱们俩不就赔死了？那为什么不是我85，你35啊？啊？你怎么不想着我要中个10万多好啊？哎呀，我的600万啊。